兄弟朋友们大家好，这一台的话是12Pro Max 256G 的国行，全新未激活的。为什么我手里拿的这一台呢，是一个单机啊，主要是因为这一台它是一台国行的官换机，官换机充电的话是零次的，机器的话也是纯源不漏气。然后像这款机型的话，美版的行情的话在5600左右，然后这个而且货的话是非常难挑，这种新机的行情的话拿货是6000出头，而且的话在官方是可以保修的，所以的话这种机型的话特别的划算。机器的话咱们检查一下外观就好了，咱们看一下后摄像头啊，这个后摄像头的话蓝光正常，镜头的话也没有磨花，里面的话也是非常干净啊，没有灰尘。边框啊，完美如新，这个是一点瑕疵都没有。这种边框的话，可以看到啊，如果它有使用的话，边框都会有一点细微的瑕疵，但是这个连细微的瑕疵都没有。这我们跳新机的话，标准是非常严格的，不能有任何瑕疵。屏幕也是完美啊，这屏幕的话是没有打磨过的。有的新机的话，它是。有的新机的话它可能会存在有打磨，因为它运输程度弄花了一点嘛，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拿来打磨了，但是这一台的话它是没有打磨过的啊。老板选好了就这一台啊。行，这台多少钱呢？6450。是不是最低的价格了？最低啊，那就拿这台啊。这种机器不用贴标哈？不用，都未激活的啊。也是没有拆过的是吧？没有，你拆一下这位置啊，都用没用。如果是保修系列出现问题的话，能不能保修呢？再过吗？全国联保。啊，好的，那就再拿这台。